我们是麻乐队，我们全部来自迷笛音乐学校。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叫做《魅惑》，讲的是我们与自己内心，一些本能的欲望做挣扎的一个故事。好的，接下来一首《孙子》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呢，想表达的是，我们在很多时候，就有很多人会说，一些你要干嘛，你要干嘛，对吧？然后会强制你去做一些事情。但是我觉得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在很多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自我。希望你们喜欢，好吗？好，一定要造起来，跳哦！明天用力。Yeah.
非常感谢迷笛音乐节，感谢张帆校长。然后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是我们到家了，对吧？好的，接下来一首歌曲《不要哭泣》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呢，是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充满着阴霾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忍住哭泣，然后去想解决的办法。然后这首歌刚开始有点轻，后面会燥起来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最后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兵临城下》，是我们专门为这次战国舞台而写的。OK， 一首《兵临城下》，记住我们是马乐队，好吗？举起你们的手。
你们喜欢我们的歌曲吗？可以到新浪去关注一下我们，我们是麻乐队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《不要哭泣》，然后今天我们带来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的原创作品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轮转》。佛说我们是一个娑婆的世界，然后在不断的轮回当中，我们时起时伏。这首歌就是讲述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希望你们可以产生共鸣，好吗？我先喝口水。来吧，脖子都没了。让它在风中轮回的生命里堕落在身体，
们是马乐队，我们全部来自迷笛音乐学校。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叫做《魅惑》，讲的是我们与自己内心，一些本能的欲望做挣扎的一个故事。好的，接下来。